爸，我跟你说点别的事儿啊。啥？嗯，我大姐夫是不是让物业给撸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到大门口站岗去了。谁说的？我刚才啊，我刚才开车从咱小区进门啊，我就看见我大姐夫，哎，啊，那熊样，哎，啊，我一看这干嘛？物业的怎么能管这事儿啊？我就摇下窗户来，我想问问他怎么了，这是没停啊？他不让我停啊！走，堵路，快走！熊样，你看准了是你大姐夫？怎么不是他？他我还能不认识？他怎么能把大门去呢？后来我打听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咱们小区啊，嗯，前两天搬过来一个业主，哦，那业主啊违章停车，哦，把车就停在咱们小区路中间了。哦哦，我大姐夫管闲事儿，你说，哦，啊，你得好好跟人说呀。他不，他找好几个人啊，把人车咔抬起来，咕咚，扔河里了。扔河里干嘛？他有那么大劲儿吗？他扔路边了。那你咕咚一下干啥呀？不是，车主人家不依不饶啊，人家愣说把那车砸坏了。是啊，这是罚他，让他看大门去了。